原标题：这些东西20年代特别火，可惜如今都藏在博物馆中。社会发展，时代变迁，新的事物不断涌现。那些在上世纪初曾经兴旺一时的，现如今人们已经很难在生活中见到它的踪迹了。这些历史文化瑰宝不应该被人们遗忘，要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与传承下去。邵阳布袋戏，邵阳布袋戏又称被窝戏、扁担戏，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原始布袋戏，全国其他省市也存有各种类似的布袋戏形式，但湖南邵阳布袋戏由于地方特色鲜明，邵阳布袋戏是融木偶技巧、戏剧唱腔、表演技艺于一体的原生态艺术，积日累久，光彩异目。从2003年开始，邵阳市政府拨出专款用于抢救布袋戏，保护其传人。2006年5月，邵阳布袋戏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皮影戏，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，是一种以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。表演时，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戏曲人物，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唱述故事，有时用方言，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。在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天水等地农村，这种朱朴的汉族民间艺术形式很受人们的欢迎。在过去还没有电影、电视的年代，皮影戏曾是十分受欢迎的民间娱乐活动之一。2009年湖南省湘潭市作为南方皮影戏的代表，与河北唐山、陕西华县、甘肃环县四省皮影戏捆绑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并于2011年11月26日，皮影戏正式被批准成为世界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湖南省湘潭市目前还有影偶制作艺人，传承纸质影偶制作技艺，保留了纸质影偶道具制作和表演最典型、最独特、最具原始风貌。对于我们这代人，看过邵阳布袋戏、皮影戏的真是少之又少。作为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其产生的影响深远，意义重大，我们不应该丢弃老祖宗的记忆和智慧结晶。韶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的非遗大舞台就有这类戏剧的演出，感兴趣的都可以去看看，让我们更多的了解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。